能够集体营造四部落的一个目标。啊，三鹰部落也只有小小一个要求，就是市府能透过银行让三鹰部落能够贷款，现场搭一个房子给朱立伦，让他知道我们的决心，让他知道我们原住民绝对有能力自立朝武。三鹰部落的部落在打我们家，还要打我们在打。大家还记得五年前政府怎么对我们的吗？我们只是要把房子送过去，我们只是要把房子送过去，所以请警察不要阻挡我们，我们会理性和平的送到会场里面，好不好？来，来，朋友们，来，等一下，来来来，没有要冲撞警察，我们只是走路，我们只是步行到会场，不要冲撞警察。朱市长承诺过的社会住宅，五年已经过去了。朱市长当选第一天的第一个行程就是到三鹰部落。如果市府有心，五年不可能盖不起来。我们也很乐意跟市府一起完成这个重建的任务，我们也有这个决心。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决心送到会场里面。已经花了五年的一个时间，市府朱立伦这里或许有些些的一个有些些的地方是停止的，我相信三鹰部落的族人在今年我们绝对是肯定，我们绝对有这个能力让部落在重建家园上今年一定要完成是部落这个诉求。或许在外面就要1000多万、800万、500万那种房子，三鹰部落在这种经济条件下绝对没有办法拿出这么多的一笔钱。啊，三鹰部落也只有小小一个要求，就是市府能透过银行让三鹰部落能够贷款还钱的是三鹰部落，我们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把金额 还给银行，就只是要市府的一个帮忙跟沟通。7年前我们家也是在元宵节的时候被拆的，朱立伦那时候当选新北市市长之后到部落，他说要给我们一个安稳安全的家。五年过了，我们的家呢？在哪里？都扯皮！朱立伦市长，我们要的不多，我们要的只是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家，我们要的不是华丽的外观，我们要的只是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家。在都市里面，三鹰部落要的不多，啊，不要让三鹰，不要让阿美族的文化在都市城市里面不断的流浪，或者是被抹灭掉。我们只要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遮风避雨的一个地方，只要有5分钟。可以让我们一天里面有5分钟，让我们讲母语的一个地方。谁是？谁不？谁是？快点，下面不要摸，下面不要摸。要飘了，要飘了。不要下面的光。来，警告来，警告来，警告来。不会来。5123了，起飞用了，就往上飞，往上推了。来，1、2、3，飞。警察打我们走喽！你等一下，站住！站住！警察在找朱立伦！朱立伦，站住！
没有朱立伦还没有来。